谢了，谢谢。恭喜。没说。哎呦！哇，你的眼神，你的眼神，你觉得再转腹的人，两个小时。你的眼神。下面这首歌，大家肯定都听过，来自蔡琴的《你的眼神》。今天的这个部分的你的眼神会比较具象，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正在发生的一种美丽的一个邂逅，王子与公主。今天就是要带来这种幸福感。春天到了，恋爱的季节到了。我是你说的。这是一个王子与公主的浪漫的童话故事。真的吗？对对对对。那公主，你在我心目中也是个公主，但是公主今天的公主另有其人，这样。谁？对。啊？谁敢抢我的宝座？始的时候他自己在那儿拉琴，然后你再看他，就是那种感觉挺好的。太多对视了就会显得太刻意。第一段的时候取消掉那个眼神交流，然后到间奏之后你才开始对我有感觉。当一个亮光打到你的身上的时候，你开始拉了，你是女主角。然后当他看你的时候，你要有一点眼神的交流，但也不要太多，然后嘴角要上扬一点点，就会很漂亮，很好很好。谢谢啊。啊，就要见到你的小公主了。是呀。什么样的心情？很期待。激动吗？不能激动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那首歌。对，要很严肃。很绅士。我心跳得好快。我跟他唱完了就很想你。他将如何来驾驭这首作品呢？我们洗耳恭听，掌声有请。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，啊，有情天地，我满心欢喜。像一阵细雨洒落
那感觉如此神秘，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，啊，有情天地，我满心欢喜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，啊，谢谢。